友表示钟丽的衣服好穿爱穿，拍局一分钟先关灯了。真奇怪，这半边地图我都找不到弹刀。我上算，我上算，来一个再关门。请行。来了来了，请队友先上。OK 呀、啊、，OK。队友说他是幕后动的刀帮坏。我勒个豆，你说这么多，我还以为你是孤勇，结果你是幕后是吧？幕后也得吓你吧？刀这么勇吗、啊？那是对。然后六号你，听我，莫非我怎么了？你看出我的武魂真身了吗？坏蛋或者钟丽想平跳的话，跳九吧。我能不能上电视啊，六号？队友活了，等等，这个毛是我队友，怎么又出生一起了？快给我套个身份。美化间有一个，你去钻仓库吧，你去钻仓库，我去刀美化的。猫兔分分工，干活不累，这不是想上电视的三号吗？三号，你的猪波来找你了。感动吧。哎呀呀，狼直接关灯，手电里有个弊端，就是先来的大多数是开灯蛋，刀胆小这种关灯去刀那些不敢开灯的蛋也好，也有个弊端，就是怕误伤钟丽，所以以后要有取舍，随机应变。把这个给大家排一下吧。其实我是潜行，钟丽跟我一起下六、啊、一眼傻蛋。对呀、啊，钟丽控头狼吧？你不够你就输了，你就掉大分了，掉大分了。那就先把这张潜行控下了呗。都票八了，那我随便票个八号一眼傻蛋，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。你个狗，你怎么跟狗一样？这张八头的我觉得，啊，还算还算没错。因为他自己争取的被怀疑，我要不是暗算就给八号赢，有暗算还是得为自己阵营考虑，不好意思了八号，下次见面我们再做好龟龟，这不是那个憨憨的九号吗？看我劈叉。